Hello 各位觀眾，大家好，今日想講一講《離魂記》嘅 solo。咁我都係琴日定前日先執嘅啫，我就睇住高佬一次周慧嘅 live 唱《離魂記》，咁高佬喺隔離，我就望住佢就跟佢方法彈啦。咁 live 周慧係玩低半度嘅，咁我褪翻一格啫，就變翻 CD 版個 key。咁個 solo 第一個音咧係第一線第二格，我自己會用中指。咁我而家冇落任何 effect 嘅，咁大家俾大家聽下佢就咁個通。跟住一 slide 咧，就 slide 去第十三格，呢度都有啲遠啊。咁去到第三格咧，都要 pick 一下嘅。哒哒，跟住十三啦，用中指；十四啦，用無名指，跟住用中指上去上一條第二。二線的十四，這個感覺。那這個 solo 其實是很短很簡單，音都不是很多。那每逢長音呢，如果大家想有些感情就震一震，就震一下音。震音其實就是一個捽，你可以說是一個 band 線的一個小幅度， band 完還原， band 完還原的感覺。咁同埋咧，震音最好用手腕嘅，可以好似扭，好似開門咁嗰個感覺。呢下好大力推上去，就好過你用手指捽嘅，得唔得？不如用個手腕捽條。咁第一句，OK 啦，去到呢度之後咧，我唔係好講拍子住。其實我都不想講拍子，大家聽熟首歌，跟住首歌的拍子捉啦，除非你真係好劇好劇，你就下低留言啦。下一句咧，我哋要去第三線嘅，咁咧手指都冇辦法啦，一下褪過嚟第三線的第十格，跟住第十一格，哒哒。跟住咧，我會做個動作咧，係無名指撳落第二線嘅第十二格，跟住 slide 上嚟，即係話就話 slide 啊，但係其實我會令到呢個 slide 快到好似冇 slide 咁嘅。誒，陣間大家會明㗎啦。你記住呢幾格先，食指第三線第十、十一中指，跟住無名指撳十二，但係一下 slide 過去第四。大概真係咁啊！其實我淨係想出，其實如果你咁樣撳到咧，你分開三粒音連住都，我覺得 O K 啊，但係好似有啲遠，所以我會用 slide 咯。但係呢下一彈基本上就到啊，到第十四格，第二線第十四格。咁呢三個音係等值嘅時間，哒哒哒。咁就咁講可能唔係好明，但係你練咗先，咁我連埋一齊啦，哒誒。哒哒哒哒哒哒哒，跟住又再重複，又係呢三個音。OK， 嚟多次咯。咁佢定會再屬於我個鼓就喺度係咁鋤啲 snare 同 tom 係嘛？嘣嘣嘣嘣噔，你定會再屬於。周國賢唱個於字嘅時候就彈第一粒，於我，成日拼唔到條弦，我最近用呢支 Tele 唔知點解拼唔到，我用我另外一支 PRS 係冇事喎，我賴吉他，係啦，總之又重複翻呢三粒啦，你彈完呢三粒。其實呢三粒個節奏都有啲難捉嘅，因為佢有啲切分音，有啲係反拍嚟嘅。不過大家聽慣咗就跟住，總之跟住我成日會話 solo， 你諗佢嘅聲係點，跟住你用手指做出嚟，好似唱歌咁，只不過用隻手指唱出嚟，用隻手唱出嚟，連埋個 picking。咁好啦，嚟多一次呢句，跟住我哋落埋去咯。你定會再屬於我。好，咁就搞掂喎。跟住咧，又再重複多一次呢句，
我呢句咧，因為我想連住個音冇用食啫，又係頭嗰誒重複呢兩粒啫，淨係。但係今次咧，我會用食指中指咯，因為我想我震嘅震完呢粒之後，我想連著。得得，跟住咧就成隻手喐喎，成隻手走啊，走喺邊咧？第二線第十一格。咁我係跟高佬一模一樣嘅，總之。咁所以咧呢粒咧呢粒就冇得連住我哋成隻喐嘛，所以你有得係斷。跟住咧呢個第二線嘅第十一格咧，我哋有 band 線，係一個 half band， 即係半音嘅，所以你應該聽到係十二格嘅聲嚟嘅。咁但係我哋用 band， 咁你可以檢查下，我要去呢個聲。系啦，几多下咧？死啦！我净系识弹，就咁又好似唔系好知几多下咧，好似咁多下。咁几多平均？咁由头去到呢度咯，定会再属于我。跟住我用食指啦，跟住咧就走過嚟喎，先過嚟第十四格喎，第二線第十四格中指喎，中指第十四格無名指下低嗰條第十四格都係同一格嚟嘅，就係第一線啦。咁我哋好似二一線，得唔得？二線一線二線一線。哎，系我重複嚟啫，嘟嘟嘟嘟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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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總之呢度四下，嘟嘟嘟嘟。OK， 呢度 group 埋先，嘟嘟嘟嘟。跟住下一個咧，無名指 slide 都唔係 slide 嚟嘅，其實只不過你要轉過去撳，所以但係我會用 slide 呢個動作轉過去啦。跟住就係第十六格。第一線第十六格，跟住食指翻去第一線第十三格，成句就係嘟嘟嘟四粒之後，唔係嘟嘟嘟嘟四粒之後，吞過第十六格兩粒，跟住第十三格兩粒，跟住一飛到去呢個係幾啊？十五、十七、十九。二十廿一格有點嘅，唔知道大家嗰個吉他幾多 fret 啦？咁又係兩下咯，得得，跟住 band 線，full band 嚟嘅，跟住 full band 完落翻嚟 pick 多下，得唔得？呢度我試下做一次。就係咁啊！成個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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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但係如果我分咧，我唔會四粒一組，我會三粒一組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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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點解會三粒一組咧？我都唔知。總之大家數啦。咁啊齊曬啦！咁我成個嚟多次咯，咁大家就俾心機啦。有咩唔明記得留言可以講，你定會再屬於我。啲好似有啲 fat fat 嘅咁，咁我試下加啲 effect 俾大家聽下啦。咁今日就完㗎啦。你定會再屬於我，都係彈得有啲瑕疵。
咁個 solo 就咁啦，大家中意就玩啦。我見到冇乜人教過，咁我都係跟嗰度執嘅，應該都幾100% 嘅啦。咁係啲聲點樣啲細微嘅位置做得好啲就會有感情嘅件事。好，今日去到呢度先。咁中意呢條片記得 like 啦，記得訂閱我嘅 YouTube channel 啦。會有不同音樂的東西，音樂的教學，可能我的無聊吸法，低質吸法，那是的。好，記得平時有什麼譜找不到呢，可以 inbox 我，我會考慮一下執。如果網上真的沒有，可能會執。Copy，因為我執比較有效率，比較容易一點。那些tab譜啊、五線譜那些就太浪費時間了，我應該會懶不執。咁或者有咩想學都係留言講嘅。好啦，記得可以 follow 我IG、Facebook 喎。好，係咁，完。